好，从这边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现在人生病的几率越来越高？尤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科技很发达，对，但是生病的越来越多，而且病得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也相信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过或者看过，甚至自己自身有体验生病的过程。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讲严重的话，我早前呢一直不断的宣传，世界卫生组织讲了有88%的地球人，超过80%的地球人属于亚健康，而且现在的文明病有包含了什么？你从我们讲右边讲起的话呢，糖尿病、细菌感染、生病、高血压、三高哦，高血压啊、高脂肪，还有呢就是高糖分，或者甚至有中风，还有癌症，这些都是属于一种生病。但是这个生病应该发生的吗？我们基本上很多人都一知半解，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知道，生病是可以避免的，尤其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从我们的根源那边处理，而且最好的效果呢，就是要深入了解啊，尤其我们的神奇益生菌 B Donic。好，如果你们不太清楚的话，我也要告诉大家，最近如果你有发现到我们最近的肥胖症越来越严重，糖尿病越来越高，而且我相信你最近也注意到。啊，最近的新冠确诊的时候，很多打了疫苗，导致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抵力啊，就抵抗力去挑战他们打的免疫，而有一些严重的话呢，就是往生了；不严重的话呢，至少有一些缺陷，导致呢他们的行动不方便，可以是视力，可以是头发，脱头发，甚至呢他们没法正常的去做有他们的正常生活作息。如果我们了解根源的话，为什么我们会生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们这边用最快的速度，也用最简单的方法给大家了解。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地球温热？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为了要达到我们提供的那个资源来符合人民的需求，我们不断的去索取很多的资源。但是在这个我们打满足到这个资源的满足感。达到自己的满足感，但是我们忽略了制造这个过程的话，又有很多的破坏，比如说水源的破坏，来，我们破坏那个水源，再来呢，我们的空气污染，因为制造过程需要用很多资源呢、啊，然后再来饮食习惯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吃自然的食物了，就是说蔬菜水果吃得少，你看马来人很惯性的他们吃乌兰，你问现在的小朋友，他知道什么叫乌兰吗？乌兰就是像蔬菜的，啊，是生吃的，他们里面吃什么？吃的就是快餐。所以饮食习惯现在慢慢都潮入呢，在西方的方法就是什么都要脆的，什么都要好吃的，而且什么都要快。所以快餐的这个饮食或者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就变成一个习惯。我们很常叫这个什么叫做 set American diet，而且这个叫做 fast food，英文简称 fast food 变成是 fat food，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吃了之后变成肥胖。你看马来西亚有最肥胖，我们是亚洲最肥胖的国家，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多的洗肾中心。我们现在重病的几率越来越高，幸亏在马来西亚，我们的看病啊的那个医药费不是很昂贵。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说啊，只要我吃得好，我只要吃得对，生病了我就去看医生。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把生病变成是一种常态。好，科技发达，尤其是有网际网络，更糟糕的是 MCO 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就开始不懂怎么样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去熬夜啦，我们就睡少一点啦，做多一点，反而这个导致呢我们感觉上压力越来越高。所以你看为什么全世界现在有很多人有现代的文明病，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有焦虑症、忧郁症，甚至呢自杀，还有睡眠品质。好，再来一个更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讲用的仪器有很高的辐射。我们英文叫做 electro pollutant。那再讲白一点的话呢，你看适量的运动，所以我每次讲，我们现在人类中了三毒，你们一定要去问你的家人，包括去跟你的亲朋戚友们看探讨，现在你是不是中了三毒？他问你什么叫三毒？三毒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甜，一定要糖分高，所以变成糖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什么？我们叫做坐毒，坐上去少运动，因为大家要记得，我们人类呢一定要有动，我们要刺激我们的脑袋。发射激素，让我们的脑袋活跃。如果我们常常不做，只是坐在那边，就是很方便的话，要什么东西，只要上网伸手就拿到的话，将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退化。
第三个毒呢，就是 WiFi 毒，就是或者手机毒。所以我这边已经见证了，就告诉大家，人为什么很容易生病，就是因为这个三毒啊。我这边当然添加了，就是讲环境的因素，还有就是饮食习惯。那也是因为这样，它就制造了很多自由基。大家都知道，我们吃任何食物，我们经过消化之后，把我们需要的身体的资源、水分、养分，或者是矿物质，再来就是营养素这个送了我们的器官或者细胞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和器官也是要排泄的。这排泄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心脏，打到去我们的消毒，就是排毒器官或者解毒器官。但是过程如果我每天吃的量多，排的少，这样我的垃圾就存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然，它的根源以化，就是说以物理的哲理来讲，物理的方式来讲呢，就是自由基。好，这样你体内有没有自由基？大家要记得哦，每一个人身体一定有自由基的。如果我们了解我们身体，我们需要平衡，一定有好有坏的，我们达到平衡。自由基本身的功能就是，如果我有太多氧气量，因为以前的人吃很多很多的菜，而且是吃生的，当你太多量的氧气的时候，我们需要自由基跟我们平衡。但是现在我们的人类，对不起啊，我们的人类现在吃了太多太多，对我们身体不健康的，而生产更过量的自由基，而这个自由基呢，就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要叫做氧化压力。而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有超过50种的慢性疾病都是跟自由基有关系的。好，这个自由基会导致什么？我们叫氧化反应。不明白的人，我更简单的给你描述一下，就是我用一个铁钉或者是一个铁链，如果铁链没有好好处理的话，或者没有在它的表面擦油，它会发生什么事？它一定会被氧化，氧化的时候会变成生锈，这个生锈就叫做自由基。再来，你看一个苹果，新鲜的苹果。你把它切一半的时候，你会看它的内在的果肉是白的，但是慢慢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个小时、2个小时、半天、1天、24小时或者2天，你会看到它开始慢慢变黄了。这个变黄的过程呢，叫做氧化过程。像这个氧化到底对身体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氧气，但是过量的氧气呢，就会导致它变成一个我们叫做产生有害的化合物。化合物从哪来呢？就是靠我们的呼吸，或者是熬夜、抽烟、吃药、药品，尤其是西方的药，辐射、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也会导致我们出这个叫做乳酸，我们叫 lactic acid 电磁波，这些无形的东西，我们都感觉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当然，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的，直到你发现到，哎，我越来越年长的时候，我感觉上我的精力越来越少，我的魄力越来越少，我的反应能力越来越少，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在退化，而这个退化就是因为身体有很多自由基，因为氧化了。说自由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的话，当我们的食物被摄取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把排泄的自由基本身它是不稳定的一个叫做电子，这个电子里面呢，它本身不稳定的时候，为了在身体里面平衡的时候，它就要去抢正常细胞的一个电子，这个电子通常是负电来中和自己，所以它一直是好像一个恐怖分子这样，因为自己不稳定嘛。然后我又没有吃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我没有喝健康的水，我没有吃益生菌，我又没有吃很多蔬菜水果，而且是生的，我现在声明是生的，不是那种它已经炸掉了的或拿来煎好了啊。比如说我吃香蕉，哦，我有吃香蕉，但是我吃的是炸的香蕉，而不是新鲜的香蕉。如果我出的菜全部是来炸的，就要记得你把它炸了之后，它就没有抗氧剂了啊，它也没有，就是把它炸成有很多油、很少水分呢、啊，所以导致呢这个自由基的生产越来越高，最终的话，它没有办法稳定自己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体里面找正常的细胞跟它抢，所以我们把它比喻为叫做恐怖分子。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身体生病，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选择，我就从最简单的就是西医的看法。你对西医的方法有什么好？到底好不好？我个人的意见，西医有它的功能，因为当你要急救的时候，或者你有车祸的时候，或者你是紧急需要到医生的专业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尤其是跟开刀的，它本身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Okay？ 但是如果你问吃它的药，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吗？根据我所了解，我自身的经验，就是我曾经在12年里面平均吃8粒到16粒的止痛药，
就是因为医生讲我很年轻，我可以吃，吃到我自己身体有挑战，所以我除非是紧急的时候，除非是紧急是到需要专业的医生帮我调理我身体，否则的话，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它会有很多残留，它对某一个器官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影响，所以它的危险度是很高的。我们要讲吃药的话，记得吃西医，如果你要找西医。你是要找紧急的治疗，你才去找医生。所以最重要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聪明的用药，不要伤害自己。OK，好，这样中医好不好？当然，中医已经有我们讲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它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很强调的就是看整体，尤其很强调的是讲什么轻调补防。当然，这边我只给你展示轻调补，轻调补。中医本身。他的挑战呢，就是虽然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不过很多时刻为什么跟西方不一样？因为西方把医学变成科学化，中医还是讲理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中医在说什么，但是我感觉不到。所以，因此如果他可以把它科学化的话，这样他我们接受度会比较高。我做一个简单例子，如果你看美国，在美国针灸是在医学里面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我们叫。modality 呢就是一个疗法，而且是有经过准证的，说他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得到了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个中医来做疗法。当然，如果讲药的话，我们就要考量很多元素，因为如果你之前知道的话，中医讲治疗呢是以毒攻毒，它最主要的以毒攻毒呢是用 mercury 啊，抱歉的话，有不懂叫什么，就是 mercury 是一种水，就是说毒。所以我们不懂源头的污染，而且制造的过程有没有符合标准，所以这个是也是个人而异。当然，它破坏力是比较高，因为很强调的就是看整体，所以符合我们所谓的轻调补防。好，保健品现在21世纪了，从21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专家讲，保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庞大的一个行业啊，多少的市场呢？我没办法提供这个资源，但是我会告诉你，保健品。现在市场为了卖产品的话，他们有几个你们要考量的。第一个呢，大家注意一下，它的理论和实际是否一致？它可以告诉你，哎，这个治疗会怎么样，但是它有没有数据来证明它的理论和实际是一致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生产来源，它讲是有机，有没有证明？尤其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对有机的知识认知或者标签还是一知半解。就算在美国，他们也是有个考量，比如说。这个牛明明是吃有机食物的，为什么在牛奶里面看到很多那个空气的毒素叫 dioxin？就是因为不只是地上的污染，原来这个废气从工厂的时候跟着云飘然飘过来的时候，下雨就把这个毒素堆在草地里面。我曾经在金马仑的时候也遇过一个农夫，他一直强调他用的是有机，我说你可以去验你的泥土吗？最终的话，他验他泥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泥土有问题？我说这边很多周围都有工厂啊，这个云不只是飘在它的地方，它会飘过来这边的，啊，跟海洋一样的飘过来，所以它自然就会把一些毒素，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你的土壤，所以你一定要有益生菌。好，制造过程是不是可靠的？有没有添加我们叫的防腐剂啊、容量剂？为了生意，它不可能把一个很有价值的那个保健啊，或者是草药啊，给你制造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卖昂贵。甚至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有80%的保健品，我们讲维他命 C 啦，或者平常的啊，甚至你讲哦，现在很流行维他命 D3，如果你真正有去看很多医学报告，而且专家的研究，他会告诉你，很多都是用化学药剂做制造出来的。所以我每次说，你可以选择的话，一定要了解保健品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带的是我们用的。这个保健品是有用的，而且是自然的，没有防腐剂的，没有容量剂的，甚至没有加重金属的。然后身体的需求和代谢残留有没有保留在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平衡。就像很多人讲，为什么我在马来西亚一定要吃维他命 D3 呢？你根本不需要，你要早上去晒太阳，你就可以摄取很多的 D3 了的。你要维他命 K 可以啊，吃益生菌就可以了啊。你要维他命 B、维他命3、维他命 B6 和 B12，我们靠益生菌给我们生产。最主要的话是我口中进入的食物可以给它分解，然后你会看到现在保健品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尤其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现在很多人包括医生卖保健品，他们已经接受保健品，但是那个保健品越来越贵，
可以高到100美金，甚至呢，他们越来细化。什么叫细化？本来叫 apoplectin，突然叫 modified apoplectin，本来是20块，我做一个例子吧，20块马币的，突然间卖到100块，甚至200块马币，所以变成了吃保健品，好像是有钱人的一种享用品。他们越卖越贵，但是你会有效果吗？在本地的话，我也看过很多厂家，他们讲哦，他的东西有多强，但是你要记得，他在生产的过程的时候，他给你的量计到底够不够？这个有待去考察而去见证。好，像我们讲生物科技，对我来讲，生物科技是直截了当的。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先深入了解根源在哪里。任何东西，不管是保健品还是我们吃的中药，跟什么有关系？跟植物有关系。像植物从哪里来？植物是从泥土来的。假设我要吃的草药，在泥土那边生产的时候，我们的泥土里面不够资源，像我的草本会健康吗？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然后我们更是不了解菌有多，菌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件事我们要了解，你去到那里都有细菌的，包括这个桌子上啊，到这桌子上，你在摸你的手机，你去摸你的手，你的那个门或者你的厕所，哪里都有菌，菌是无所不在。挑战是我们要了解，第二个是这个菌到底有多少是恶菌、中间菌还是益生菌？我做一个简单例子，如果你曾经去过泰国，尤其是帕亚的，或者去任何一个泰国不是很大城市的话，你会特别发现到他们的河流虽然可以看起来很肮脏，不过没有异味的。你可以看到厕所也是属于肮脏，但是完全没有味道。为什么呢？泰国是用益生菌或者是有益菌群最高量的一个国家，除了泰国就是巴西，所以因为他们知道细菌的重要。虽然我们还是看到，泰国还是有很多那些化肥啦，或者是用那个农药，不过大部分已经慢慢朝向了这个所谓的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而且他们的科技是非常非常超前的。好养菌和厌氧菌，好养菌呢就是不要跟我身体争啊，我们要的是尽量是用厌氧菌，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叫做超级细菌，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动工，把我身体还原起来。而且菌本身的世界真的是千变万化，真的太多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了解，身体没有足够的益生菌，直到有一天地球越来越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中的病症的几率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呢？你看北部啊，北极和南极现在冰山溶解了，它会告诉你，现在有隐蔽的那些细菌已经活起来了。以前还没被冬眠，现在一活起来的时候，它跟着海流来，隐藏到是深度上，不管是动海鲜、动物还是草本，最终的话会牵引到我们的身体。如果身体没有这个细菌的平衡啊，让我健康的话，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抵抗他们的外来的侵犯了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深入了解什么叫做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菌的生产之道呢，菌无所不在。先从基本的是呢，一定海洋有细菌。你看为什么有很多珊瑚都是细菌养它们的？泥土也是一样。你看以前的原始人为什么很少生病？除非他一中病或者是被杀，他们就是因为吃的泥土里面有很多的益生菌。以前我们的年代在50年代以前的时候，我们是随便可以玩泥土，甚至在泥垢里面去玩，就是因为泥土里面有很多益生菌可以保护我们。空气也是一样，植物、动物、人类都应该有益生菌。甚至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真正会养生的人一定吃很多发酵物啊，加上马来西亚我们一定要吃干贝，中国人吃很多臭豆腐、腐乳。啊，你看日本人吃很多纳豆、miso soup 啊，跟豆类发酵有关系的，甚至呢，我们讲酵素，几乎你看很多东西都要发酵的。现在流行吃的面包叫 sourdough，吃的那个益生菌不是所谓的外面卖的那种商家的有甜味的，我们讲的是酸的。OK，肠胃里面已经被认定了的，如果真的要健康，我们要400多种的菌种，好的菌种，有好的菌种的话，这样我身体才有机会。可以把我吃的东西，不管是好东西、坏东西，它可以综合掉。尤其现在，你如果注意一下，很多的孩子为什么现在学习能力也糟糕，脊椎骨侧弯，甚至呢扁平足，排便都是臭的，排便都是黑色的，就是因为他生产的过程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益生菌。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的阴道没有插在他的皮肤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是开刀生的，甚至呢你会看到他们高糖。然后他们高糖吃东西不健康，你会发现到牙齿容易烂，然后专注力有问题，然后排便的时候很臭很臭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我给你一个提示，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小朋友的，在我做这名学校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的。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问题呢就是牙齿坏掉没关系啊，没有办法专注，一直跳来跳去，跳跳蹦蹦的。第二呢就是排便一定是黑色的，而且非常臭。我就跟他爸爸妈妈们说，你的孩子是提早老化，所以你因为就是严重的缺少益生菌。好，益生菌对人体有多好？但我是鼓励大家多看数据，现在这个数据是并不缺的。甚至医学报告已经到超过了五万张，所以如果你可以看 Dr. Mark 的话，益生菌是最好的药啊，一切都是跟益生菌有关系的。不管你要治疗癌症，你要治疗心脏病，你要治疗我们就是调整我们的体重啊，我们讲我身体有很多很多那个叫做霉菌，或者是我们讲那个菌类啊，我们都可以用益生菌来中和掉。最要紧是要了解怎么样得到一个平衡，包括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为什么？老人痴呆症因为肠道已经受伤害了，没有办法从肠道里面生产什么，我们叫做血清素 serotonin。OK，所以益生菌对人体到底好处有多少？它维持我们益生菌的平衡，就是身体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菌群要平衡，提高免疫力，预防我们有这个癌症和可以压制这个肿瘤的生长。啊，降低血清啊、胆固醇啊、过敏症、肥胖症、糖尿病啊。还有我们讲 lacto intolerance 就是乳糖不耐症。你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敏感症了的，因为最近有一个报道在欧洲啊，哦，就是 Europe 现在的严重性，就是因为他们讲我们的国家太干净了，干净到没有益生菌，所以要从粪便那边萃取给某某人吃，来增长这个益生菌。诶，肝脏越来越压力，为什么？因为益生菌也没有帮忙我去处理，减少我的压力啊。因为如果你了解的话，我们身体的益生菌、细菌跟益生菌的比例是1:10，也就是说，如果我身体有这个总共的细胞，我的益生菌的容量一定要比我身体超过接近就要10倍以上。这样如果吃得好的话，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腹泻，也不用担心我便秘。所以这个就是益生菌对人体的帮助。肠道健康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对，如果你了解肠道有10万亿的细菌。比人体多600亿哦，还要多。就我讲过了，1:比例的话是1:9到1:10。然后75%的免疫系统都是在我们肠道里面，连95%你看到的任何病症都是跟肠道有关系的。我们一生中从口腔咬食物，经过喉管6秒钟去我们的胃，再从胃消化经过小肠被吸收。所以你看小肠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虚不受补？哎，为什么他吃东西会有效果？我吃东西没有力量了，因为你小肠已经有什么？我们叫 SIBO，就是 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th。你的小肠有过度的细菌滋润啊，增长，包括或者是有霉菌，或者是有我们叫做蛔虫，真的太多太多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跑回基本的根源就是种植过程或者吃太多肉类，拥有很多很多的细菌。所以我们要记得，肠道本身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吸收还有排毒。把肮脏东西排出去。记得我大家要警惕大家，为什么现在义不容辞，每个人一定或者鼓励你们一定要吃益生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身体的细菌量、好菌的量真的太少，少之又少。这样人体有什么帮助呢？肠道是本来可以抗这个冠病症的，可以阻止我们的肠道发炎或者甚至有癌症啊，甚至你要治疗这个所谓的新冠确诊都有机会的。这样谁需要？几乎。从小朋友，只要婴儿的话，小小2个月都已经可以吃益生菌了的啊！如果你吃很多抗生素，吃很多西药，你更要吃益生菌，因为这些西药都把你肠道里面的好菌跟它干掉了。老年人，如果你越来越老化，发现到自己的智力还差、体力还差、消化不良、有便秘、有腹泻、免疫低啊，或者是你想在手术前要快快的复原啊，恢复你的能力，然后要减少这个麻醉的侵犯失调。你一定要吃益生菌，肝硬化的，或者肠里面大便还稠的，或者是有腐烂的，都要吃益生菌。益生菌一定可以帮得到你。乳糖不耐的 （lacto intolerance） 或者没有酵素的也要吃，给化疗的更要吃。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例案，是我学生的妈妈啊，做了7次化疗，35次的电疗 （radiotherapy） 啊。当她吃的时候，她在做这个电疗的话，是因为家族。要坚持要他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跟。但是最主要的话，整个过程里面他吃很多很多的益生菌，还有加上全部的好东西，
So, 医生也很惊讶，他完全不像其他人啊，这边烂，这边有口腔那个我们叫凹色，有腐烂，然后皮肤全部烧焦，他几乎是没有了，几乎是零的啊。有机会再给你们看他的照片。好，剖腹生的孩子、早产的孩子，或者是人工喂养的孩子，吃不到营养的，没有吃到母乳的，不了解什么是益生菌的话，他们最终的话，体力功能降低，而且学习能力也会降低。好，市场有太多太多益生菌了的，几乎都跟你讲，哎，我里面有很多益生菌的，我会告诉大家，很多他们是以量来做准则，而不是以种类。我们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以种类为准则啊，然后我们用天然的发酵过程培植，然后非常非常有效，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种类的。你会看到在外面他们通常卖的呢，都是讲乳酸菌，没有其他东西的啊，没有其他东西。然后，但是它的挑战是，你不可以空腹度吃，你一定要饭后才吃。而且它会告诉你，就算我的量有多少，我大概只可以提供你三分之一的效果。为什么？胃酸把它干掉了，我们益生菌是不会的。怎么说呢？我们的 Peptide 里面有110种的益生菌，有很多维他命、矿素，而且它有凤梨、有百香果的酵素，100%天然。啊，它的 pH 值是3.8。然后在 Peptide 对。我们 dengue 啊，我曾经用它来帮助很多很多中蚊症的人，连 COVID 也是一样的，就讲我家人就好了。我家人中 COVID 的时候，我只是给他们喝2罐，然后每15分钟喝一杯50 ml 的，一杯15 ml 是跟着 Peptide 一起来的。你只要喝15 ml，喝住2个小时半喝一支，5个小时喝一罐的话，再像大象大量喝水，你会发现呢，他们的还原是特别特别贵的，快的。最重要是要有喝水。好，你看日本是强调喝益生菌最强的一个国家，他们吃的很多益生盐，他们最重视的是吃益生盐、miso soup 发酵的食物，还有很重要的就吃很多纳豆。你会看到他们平均的高龄为什么越来越高，但是最近他们的高龄已经慢慢在退化，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很崇拜西方的饮食习惯，你跟他讲什么是纳豆，他会告诉你我自己都不喜欢吃。因为那个味道太奇葩了的，因为以前日本人，如果你真正了解 sashimi，就是他们的那个 sushi 哈，他们以前的 sushi 是很臭的，他们是发酵的，但是对长者来讲哦是非常棒，因为是个发酵物。只是后来如果你看他们的文化是被西方影响而做成今天的 sushi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的确到现在保持还算属于长寿，因为平均是88岁。他们最主要吃什么？他们要吃很多抗氧剂或者抗氧化物。长寿的一个年呢，就是吃很多坚果，吃很多益生菌，吃很多蔬菜水果。当然也吃鱼啊，而且吃鱼是生的，因为鱼本身的生的话有酵素，叫你怕细菌可以啊，喝 wasabi。再来，你不喜欢吃 wasabi，你就用 sake，就用他们的酒来杀菌的。他喝很多益生菌，因为有很多活性益生菌，那都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加上 vitamin K2，海藻类含有很多很多多糖体还有那个酵素。再来，绿茶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至于主要的话，他们很强调是吃任何食物都要跟抗氧剂有关系。好，像 Peptide 这边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Peptide 本身的正确读法呢是叫 Peptonic，Tonic 因为是补剂或者是精华。我们为什么有这个 P 的简称呢？就是因为它又是益生菌 Probiotic，它又是益生盐 Prebiotic。益生菌呢就是很多很多细菌在这个容量里面，然后第二呢就是。益生元呢，就是要提供很多很多食物给我们的好菌，一直不断的保持原状，给它食物吃。所以 cycobiotic 呢，就是如果你最近看到2020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很多压力睡不着，或者是心理有障碍，就是因为身体的细菌越来越少，而且他们不断的在这个坏菌里面生长了一种毒素，化学物质叫做 LPS。别 lipopolysaccharide，我会重复分享这个 psychobiotic 的。然后 postbiotic 呢，就是有代谢呢会生产的，所以这边只是给大家知道 Peptonic 的特点。Peptonic 的特点跟人家你在外面找不到的，或者你找到的话，可能不符合完全部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定有超过110种的有益菌、有益的活性的益生菌那个菌种，OK，它是可以一定保证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快把身体还原。而且它可以是一个饮料呢，是3.8 pH 值的，也就是说它不会经过你的胃而去消化。所以我提示大家，吃喝必当一定要空腹吃。其他的益生菌
我可以肯定他会跟你讲，哎，不可以空腹吃的，因为你空腹吃的话没有效果的。为什么？胃一发现到这个益生菌是胶囊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胶囊或者是那个药丸的话，他会跟你讲，哦，他们是药丸，说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侵犯者，我们的胃就要放射很高的胃液，胃液可以高多少？可以到2.15，但是 Pitonic 它的 pH 值已经是3.8。我会告诉你胃不会把它消化，而且会鼓励直接去小肠开始开工。第二个特点，任何益生菌都怕氧气，也怕温度，超过37度，只要经过40度，很多的益生菌已经被杀掉了或者干掉了。OK，所以最主要的话，我们的是可以耐到80度，然后厌氧这个也是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千万不要吃那些益生菌呢，跟我抢我身体细胞的氧气。我会告诉你，60%的地球人已经严重缺氧了的，他们叫 hypoxia。偏偏你给我吃一些东西，跟我的身体细胞去争氧气，这样肯定我很难活，而且我吃了之后反应很激烈。你会跟讲这个产品有问题，不是产品有问题，只是你要耐不舒适的那个过渡期呢是比较高、比较多，而且比较高。但是如果你喝 Bitonin 的话，它的那个耐不舒适的，我们叫好转反应的那个期限呢会比较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它给我很多我们讲代谢。给我很多益生元，给我很多酶，给我很多酵素，给我很多维他命 B 群，还有维他命 K。最重要呢，还有一个叫做维他命兴奋者，叫做 molecular hydrogen，叫 H2。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会看到任何的益生菌呢，是可以除了可以内服之外，还可以外用的。Pitonin 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好，最终的话，我只是到这边总结。我们的标语呢是每一个人，人人都可以喝。啊，人人可以喝，就是说从小朋友2个月开始到长者的话都可以喝。我们主要的推广这个 Bitonin 呢，就是我们可以告诉你，它是一个神奇的益生菌，它是21世纪呢你健康的救星啊。如果你真的讲 OK，你要开始还原的话，它的确可以帮你，当然要附带一些简单的条件，要深入了解。所以因此我鼓励大家要常常在每一个星期三晚上来聆听我们怎样分享 Pitonin 的特点。尤其是爸爸妈妈还有长者的话，你真的想要活得好啊，活得健康，你们必然是要吃很多很多益生菌。尤其讲小朋友啊，现在小朋友不喝水，吃的要甜，刚好讲回那个酸甜啊，高糖、糖毒啊，第一个是糖毒，坐毒坐太久没有动，第三个呢就是手机毒。如果你符合这三个里面的其中2个，已经是很糟糕了的。如果是3个的话，就请你一定要喝益生菌。一个两个都是要喝，只是说看你的严重，那个严重的那个限制呢是到底是到哪里？OK，好，我分享就到此，感恩大家。等一下我们进入 Q&A，Steven 麻烦你。Steven 有在吗？Hello。OK，谢谢SK 老师啊，刚才很细心的跟我们分享啊，到底我们自由席哦，就是每一天每20小时在面对我们身体的自由席，说跟这个也讲解了，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Bitonin 啊，如何去加强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啦，跟自由席的关系。说刚才听了，相信有些就有问题的，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发问哦，用写的方式也可以。用空中再问发问也可以啊，没问题。来，我们开始这个环节，就是问答就是问跟答OK，来我们就开始。呃，我呃，SK 老师，晚哎，上好，是，还有晚 Steven，上晚好。上好。我不晓得 SK 老师，你还记得我吗？SK 我老是师可以啊，我啊，听当到班吗？的每一位啊，看有你先有自什我介么绍问题要问的啊，都可以在这边问啊，没问题的。OK，我是 Madam Chong 的妹妹啊，住在新加坡的。因为OK，上次我也跟你讲过，我那个朋友乳癌的啊。对，OK，因为好消息。因是。为他3个月，他去做那个什么癌症指数那个什么癌症指是数盖那什么报告歌？啊，叫盖什么歌？对，对他跟我说，医生说完全 clear 到完，红水滩。他是属于triple negative 的 OK，啊，那他现在哈，因为他是一天一次，马上是你叫我跟一他天说是，一天一次，对，应该是蛮。应该有超过半年吧，他有吃，我也不晓得，我都忘记了。所以是。他那天跟我讲，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我昨天的报告出来哦，
很美，他讲医生说，那个癌症指数已经是零了。那我也跟他说，虽然是零，不过你也是很小心，因为你再不小心的话，又再会复发。我这样跟他讲，所以我现在是要分享这个咯，就是说很恭喜他咯，谢谢。好嘞，我再强化一下你该分享的，你先讲完了吗？讲完了吗？还有刚才我听到你说那个中医哈、哦，有介绍人。现在中医都是会介绍人家吃那个什么，保健品啊。对，保健品。这个我也遇到过，因为我去看我去看中医哈、哦，我去看了第二次，他就介绍我他吃他的保健品。刚开始我不晓得他是介绍我吃他的保健品，后来等一下我要还钱的时候，哎，我是私下背脑给他，而不是去靠的还钱，所以我才知道、okay. 哦，原来是他介绍他的保健品给我。不过我最后我就没有去了啦。啊，还有一样事情呀，还有一样事情是因为那天我有跟我姐姐讲，我说麻烦他跟我问那个 Steven 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Pitonin 我是看到 expiry date 是在这个八月二十多号就到期，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快，因为好像说Steven 有给我直接的反应是说，哎，他说为什么我们买了这样久喝到这样久啊，对 expiry date， 因为我自己买的话，我一买两箱，那么我的身体也没有东西，我有时候一天、okay. 我一次过哈，我很贪心，一次过我要喝两小杯，那我也是一天喝三次、一天喝三次就等于六杯了，是。所以有时候两天一罐了吗？少过两天了。有时候会两天一罐，有时候就不会，有时候就可能有时候我一天我忙的话、我就一天才一杯到两杯而已这样子。所以我是想了解这个 Pitonin， 因为今年的八月到期，它可以耐到五年吗？哦，这样我不敢跟你讲五年。OK， 来，我们先了解一下哦。Pitonin 它的封盖，它本身。它是不会，只要没有开关，它是不会活动的。只要你一开关，有空气的侵犯，它就开始氧化了。所谓的氧化，就不是氧化，而是它们是蒸里面的食物。任何东西只要一开了的时候，我做一个简单例子啊，我每次鼓励人家喝椰油，椰油啊，椰油啊，听到吗？椰油，听到。叫 VCO 啊，不是 MCT 100啊 ，VCO。我会鼓励他们，当你们喝一开了这个罐的时候，你要在6个里面把它喝完，否则它会可以氧化的。你不相信的话，你看回以前，我们看回以前哦，爸爸妈妈叫我们去杂货店去买花生油，以前的花生油是人家帮你挤出来的，你去问他们这个花生油可以摆多久，这个花生煮了之后只可以摆最多是60天罢了的，因为它一定会生菌，它一定会氧化，油本身也是一样的，你一开了之后，你就在要六个人把喝完，因为它有条件，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植物油，尤其是主菜油，他们会跟你讲我的油可以耐两年，因为油本身是不可以放在塑料里面的，不可以放塑料装里面的，因为它会融化那个塑料。但是你看这个油很特别哦，不怕太阳，第二不怕塑料，又可以摆两年，为什么？在里面打了 hydrogen， 我们叫 hydrogen 的 oil， 所以叫 trans fat 吗？可以了解吗？所以我先讲一下，Pitonin本身只要不开盖，它要耐一年两年是没有问题的，不开盖没事的。Okay.但是你开了、okay. 或者是受到增加，突然间有跑一些字出来，有气出来啊，这样对不起，它就不耐放了的。为什么？空气已经污染了，跟里面抢东西吃了。对，我知道。啊，如果你讲半夜话，要耐六个月是不是问题？甚至一年也不是问题。OK， 两年，因为它没有开盖的关系。对，没有开盖的关系，而且这个封盖的，你不要跟我讲，你好心拼命摇，来敲一下，突然间有一些字跑出来啊，这样对不起。这个 Pitonin 摆不久了的，对，我知道，因为有时候我开了哈，我超过三天喝不完哦，它的水就会浊、你倒出来它的水就是浊浊的，没有那么刚开始清，对，很清那样子。因为空气很多细菌来跟它抢东西吃了嘛，所以对，所以要盖紧一点。盖紧是一回事，你可以说啊、你如果你是很快喝完的话呢，你很快喝完它的话呢，你就没关系的。如果你说你喝很久，你想把一罐喝成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对不起，我会鼓励放在血储里面，就是给它冬眠、不要给它再继续发酵。OK， 啊，一样的，有些人哦，我叫他们做酵素，他一做酵素，他讲 SK， 我酵素不可以治疗哦，为什么会变成酒味道了？我说
你做了5天，我讲了，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放在罐子里面，放在血橱给它冬眠，否则的话，它一直发酵发酵，酵素变成醋，酵素变成酒，这很自然的吗？发酵的东西是这样的吗？因为它一有对，东西来的话，它一直发酵的，对吗？它的发嗯，酵讲白一点呢，就是发酵就是香的，发臭的话就是臭的，啊，所以有不同的名称的，我你们明白一下啊？呀，还有一样事情，上次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我也跟你讲，我的一个朋友，他不是中了 COVID 之后，他的肺不是，他去看医生，医生照 X 光，医生不是说他的肺坏了，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啊？啊，OK。他又刚刚又在中 COVID 第三次，是他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样容易中 COVID 的？而且OK。我说他中了第三次 COVID，而且他的黑眼圈是很黑很黑，就好像我说你的黑眼圈真的不是普通的黑了。后来哦，明白。我就跟他说你，因为他也认识我那个乳癌的朋友。那是。我就跟他讲我的乳癌那个朋友，我说他的情况，我说他已经是完全是 zero 了他的乳癌。我说因为当初如果他不听我的话哈，他到现在他完全是没有办法好，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他的水肿又不能走路，那指甲又黑黑，那脸又黑黑，他现在变成很漂亮了，这头对，反而哈，反而头发生出来哈更是，多，比以前还要多，对脸呀、啊，色。恭喜他，啊，脸色又恢复以前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跟这个肺有肺问题的这个朋友讲，我说你要不要 try 这个 Peytonic，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是来新加坡工作。那我是。说，其实这 Peytonic 你说贵也不是贵到哪里去，新加坡钱兑换马来西亚钱，是你啊，买，我说你很买得低的。起。啊，后来他就昨天他就跟我拿了10瓶，他要 try，我说我叫他一天喝一瓶哎，因一为瓶，对，今天喝一瓶。我看他蛮严重哎。是的，是的，但是你要鼓励他了解回好转反应了。好嘞，我还没讲完之前那个癌症的，我先讲回这个肺的。这个肺的朋友为什么会中？你要看他眼圈越来黑，最主要的话，他是肯定两个原因，一身体，三个原因了，正是呢他的血很浓稠。血很浓，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肺没有办法提供氧气，所以他的眼圈，其实他的血已经开始越来浓稠，而且变黑了的。所以会从眼圈，因为你要明白，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很多人有黑眼圈？因为黑眼圈的皮肤是最薄的，我们的环绕着我们眼圈的皮肤是最薄的。所以你要明白，上天制造我们的人体的时候，就是给你看到那个人的精神、精气神好不好，就是看黑眼圈。看眼睛那个圈的皮肤，就是如果你看那边黑黑的，就代表他本身的血是比较黑、浓稠，或者是血栓比较高。第一个，第二个，你不可以怪他，是因为他本身肺有挑战，因为不够氧啊。不够氧的一个肺功能就是肠，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哦，皮肤、肺和我们的肠都是有连贯的，而且大部分肠也是跟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讲他的肠道不健康，所以他要快点处理他的肠。就是要喝 Peytonic 啦。喝 Peytonic 之外，可以的话，尽量想办法在新加坡洗肠哦。哦，怎样洗肠啊？你去找这个名字叫 Hydrotherapy 哦，看新加坡有没有人提供教你怎样去洗肠，或者你可以自己做咖啡灌肠，因为它本身的肠和肺，就是因为肠太肮脏了，所以变成它的肺没有办法正常操作。那如果是不要洗肠，如果断食也是可以，是吗？断食可以也断食，就但是是，断食比较慢。哦，断食会比较慢，但是可以断食的，不过会很辛苦咯。我相信他会很累的，因为那他已个经缺洗，氧了。嗯，那个洗肠可以在好像说那些私人的 clinic 啊，或者什么，通常这种呢，你就要去上网，你在新加坡找了。再过来的哦。话，一种呢，就是我不懂你，我帮你查一下，看一下新加坡还有没有这个中心叫做 Eco Paradise，Eco Eco Paradise Paradise 没有了，没有了哈。Eco 关 Paradise。店，如果你关是不店了解了，Eco Paradise，它本身是用细菌制造那个抗氧剂的，他已经关店了，没有就声没音。办法了，对，再不来的话，哦，你要叫你朋友看下去找海伦鸡来喝啊，这些要加重它咯，没有的话一生气一关加上要很多水分，因为它本身OK，浓稠了的，OK OK，吗？好嘞，我们讲回好癌的，症朋友啊，恭喜他，然后我现在呀。鼓励你，你要一定要记得叫他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早早睡。我用这个做例子给你做参考，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之前也有研究这个所谓的那个大麻的油，我们叫 THC 和 CBD。OK，然后我就遇见了一个马来人，他一直在大富，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政府配合，
去推广这个大麻的油来治疗癌症。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自身的小朋友十岁，马来人来的是十岁，有一个全世界最特殊的癌症，而是没有医生可以照讲医的，在脚那边，在腿那边，因为全世界只有两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的孩子十岁，另一个呢是一个印度的小女孩14岁。所以他就传达去全世界，告诉他医生没办法救我的孩子，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当下呢，很多人就送给他这个油，那时候马来西亚没有管制的，就给他喝。在医院里面喝哦，然后他是被关闭在医院里面，因为他免疫低嘛，就给他喝，喝了10个月后哦，突然间医生发现到，哎，你的癌细胞已经是好了，叫做控制范围。嗯，我讲清楚这个故事啊，范围 OK， 这样他就问哦，这样好，好消息，原来这个油有效果，他没有跟医生讲他给他喝什么，就讲他好了。但是2个星期一回家的时候，他就问我的孩子可以吃什么，他讲哎呀，小朋友10个月没有吃东西，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了。十个月就出院了。2个星期后，这个小朋友亡生了。哦，复发是吗？对呀、啊，复发。为什么？你又跑去关加那个自由基？今天我讲的主题吗？我这边给你好了，你这边又加压力给我，你吃比萨啊，总之是吃快餐店，又喝汽水，总之七八那些东西。2个礼拜后就 relapse 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当医生的报道告诉你你在安全范围里面。不代表你真的安全，只是没办法找到那个癌指数罢了，没有癌细胞罢了。所以千万一定要继续保养，还是要鼓励他每一天至少1-2杯的 P-Tonic， 加上改变饮食，最重要最重要，以他的状况来讲，请早睡觉。嗯，因为他现在好了之后，我也跟他讲，我说你好了之后、哦、你要很小心你的饮食。我说如果你不小心注意的话，等一下你又再复发。他说你不要吓我，我说我这个不是吓你，我说这个是常识。那现在是问题是他好了之后、哦、他是完全你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连他姐姐忽然间也看他，为什么这次本来知道你是癌症病，为什么这次你的脸色这么好，头发也很多，而且变成他现在好了之后，他整天就是一直出国。我说你一直出国会不会有压力这样子？对呀、啊，对呀、啊，也是会导致他。因为你还没有快讲了吗？压力很多范围的，你飞机，你知道飞机的辐射很高的，你知道吗？对对，飞机的辐射很严重的，你们要特别小心。而且有 jet lag，我从这边飞过去那边，突然间这边是早上，那边早上你没有睡过觉，对你身体是压力来的哦。对对，你明白吗？现在我要给你。科技真的很发达，很方便。但是如果你的体魄不好的话，身体不好的话，突然间没事便有事。对，我在这边是明明要睡觉的，去到那边是在玩乐的。然后吃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好了嘛，而且很多人是习惯是这样的。哎呀，我好了啦，医生讲我好了啦，我什么都可以吃。这边完了，那边完了啊，这样你就要小心喽。呀，我刚说你这个过程，我会讲啦，我会鼓励你们感恩这个过程，一定要保持，因为你还不懂。你会不会 relapse？ 你问我的话，很多你问医生，哦，医生啊，我会复发的吗？医生永远给不到你这个答案的。对呀、啊，你不懂你的复发的过程，可能是1年，可能2年，甚至5年，甚至10年的，因为在乎于你怎么样照顾你自身。如果你还是天天玩手机，你天天夜睡觉，你吃的东西完全是那个我刚才讲那个三毒啊，糖毒啊，坐毒啊，然后那个手机毒，这样很对不起喽，神仙救不到你喽。啊，最近新加坡，我相信很多很多事件。而且他们现在的病症的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现在新加坡很多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压力是最大的挑战嘛，因为现在像新加坡太过发达了。还在吗？在听、啊、所以说明白、哦嗯、所以明白明白，我恭喜他，叫他好好照顾，因为难得他有一个机会重生，我们叫 reset， 你重生了就好好去照顾，去帮更多人，尤其是深入了解 P-Tonic 到底怎样帮你，对吗？除非你真的很有钱、啊 yeah. 讲哦、天天我喝一罐，有钱的人这样喝一罐无所谓的，因为肯定你会少麻烦的。因为我本身的立案就是很多喝了之后到目前为止 touch it 没有复发、mm-hmm. 啊、最要紧要保养、啊、如果你不保养没有办法的、啊 yeah. 因为太多元素导致我们生病的、哦、好的，可以，谢谢你、okay. 不客气，好、okay.还有其他人吗？有需要 有问题吗？有问题尽量问哦，这是大家学习的一起学习的机会哦。嗯，这边我 check。OK， 来有这个问题，身体起风膜是排毒吗？其实身体起风膜是代表你的肝没有办法解毒，解不够快，而肝受不了，
所以你要记得，封膜就是因为你的肝解毒不到的时候，它就从你皮肤出来。如果是起封膜的话，我会鼓励你们喝P-Tonic，你们要先开始的时候先一杯一杯来喝，看一下你的封膜会严重吗？好像我本身天生是肝很弱的，所以如果开始的时候我一喝，我没事的，突然间我的那个大腿的内侧就起了很多膜啊，很难受，所以我又碰又喝更多，反而会更来得更严重，所以我会适量，所以我会用好像一些肥皂啊，是好像那些咖喱法蒂玛，或者是我用那个冻咖喱啊，就奶茶减少那个压力，但是同时间也影响到，就是提示我要去做肝胆排毒咯。说你问我多喝多少，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本身身体很多状况的话，尤其现在是肝，注意一下哦，每5个地球人有一个是肝脂肪，脂肪有肝脂肪肝，有脂肪肝，也就是说这个肝解毒功能已经很糟糕了的，他的肝和他的胆没有办法设胆汁来中和掉身体的毒素，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肝本身应该累积了超过1万克的胆汁，要快点处理。讲喝，先从一杯开始，当然要大量喝热水。因为你要促进你的血循环，要帮助你的肝去排毒。可以的话，做多点肝胆排毒哦。如果你们觉得懒惰啦，这样你最好每2、3天喝多点绿豆汤哦。OK 吗，Sharon？还有其他人有疑问吗？有问题就尽量问哦，这个是大家一起学习的叫啊。我的目 SK 老的，师，不好意思啊，我再没问事多没一事，个问题。好来。如果是肚子一直胀风，而且一直放屁，是什么问题啊？放屁是每一个人都会放的，只是放出来两个问题罢了，它的次数、距离高不高？第二呢，放屁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味道？如果他是胀风的话呢，就是饮食习惯不对，通常是饮食习惯不对。讲讲呢，一样的哦。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次序的 ，sorry 啊，有一个次序的。比如说，千万不要在饭后吃水果，除了黄梨。我再强调一次，饭后唯一的水果可以吃是黄梨。饭前你要吃什么水果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要让你的消化好的话，吃多点木瓜。饭前吃木瓜，饭后吃黄梨，为什么？两个酵素都很高。但是如果你看啊，现在很多人是饭后了之后就拼命去吃西瓜，吃到他的胃胀风，然后一直打嗝，或者是放屁放得很臭，因为西瓜的糖分很高，导致你的胃消化不良。为什么呢？因为细菌很喜欢糖的。你要记得，任何酵素发酵的东西都是要靠糖分的。糖里面有很多矿物质，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讲发酵的话，一定是用很多那种我们叫做黄糖啊，或者是那种古勒马拉克或者叫糖蜜 molasses，就是因为它有很高量的矿物质，还有甜味。可以明白？明白，明白，谢谢。所以如果他有这个胃胀气的话，最好是饭前的时候喝一杯，或者他觉得哦他消化是不良的话，你可以在饭中的时候是吃饭的时候。可能喝一小口，一小口含一小口吞在里面也可以来取代那个酵素，因为最主要的话，它可能身体的酵素不够，enzyme。还有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哈，就是。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空肚子喝那个 P-Tonic 的时候，我是。是喝2小杯。为什么喝了之后，我会整个身体感觉好像是喝酒喝了。酒的样子？为什么？你肝的酵素没有不够，你不够酵素，你的肝是没有办法分解提供酵素，所以这你会觉样。得，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肝，它给你一个提示说你要照顾一下你的肝。那这个益生菌。跟酵素，那就是说我还要去再喝酵素跟益生菌。你要喝多一点，但是你要慢慢喝，不要喝太多的话，等下你有封膜的。刚好讲过了嘛。第二你说个益生菌你的哈？话。照顾下你的肝，多排毒，多吃酸的东西，比如说苹果醋啊，或者红酒醋啊，或者绿豆啊，吃多点这些来排毒，就是用食疗来排毒。当然，如果你经济许可的话，你可以在新加坡找有没有肝胆排毒的帮我做排毒，肝胆排毒。我肝是看胆你排很中毒。性啦，好像你这样的状况是应该是你的肝不贵不。对，我是有肝的问题。所以很明显的，他会告诉测的每样东西会告诉你身体哪有状况的，所以我会告诉你是肝的问题了。所以我喝多一点那个苹果醋，最好喝糙米醋，为什么？因为喝苹果醋的问草题莓。呢，糙米或者是红酒醋，
Red wine vinegar 红酒我也不可以喝，因为我是素食者。不会哦，红酒不是酒来的，红酒的意思是用葡萄制造的醋，但是很难找到。但是呢，它对治疗女生的，尤其是补血的话，它是非常棒的。红酒醋就跟日本人买他们的糙米醋。糙米醋，糙米醋我不是我这个糙米醋我没有听过哎。哦，你去找哦，有的，一定有糙米醋的。糙米醋啊。但是糙米醋呢，因为它是用糙米做成的醋，就比较难喝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要讲喝呢，你可以掺好的蜜糖喝咯。哦，糙米醋 ，OK。糙米醋，红酒醋，或者是苹果醋，真的没办法，你喝苹果醋啦，但是不要喝到脚软，尤其是老人家要天天喝酒苹果那个苹果醋，喝到脚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苹果是寒的，糙米醋是热的，我们叫温的。或者是红酒醋是属于温的，补血非常棒的。那个苹果醋我喝太多，我的胃会酸呢、是啊，你会脚软啊，会胃酸啊，因为它太过寒了，所以你要常常吃多点姜，姜粉姜汁啊。所以你们搭配的时候一定要平衡，不可以一边倒的。所以好的，这个没有遗憾的东西哦，只有益生菌罢了，益生菌不管的，你来什么我就开始动工。当然，如果你是很大挑战的话，可能那个好转反应会比较激烈一点。好像我的问题这样子，喝必多利喝多一点也没有帮助。没事的，你一定帮助很大的吗？我讲嘛，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喝多是没事的。OK。因为如果你真正问我的话，十之八九的人严重缺乏益生菌，严重哦。是严重缺乏益生菌哦，不是够益生菌哦。就好像以前人，我们讲六十年前的人不会吃太多肉的，所以以前的人是很苗条的，身体健壮的，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简单朴素的。现在因为经济越来越好啊，每个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高，说吃什么一定要五颜六色的啊，不好看的我不吃，不好吃的我也不吃，吃的是因为好吃，而不是为了健康。现在东西有没有营养不重要的，最要紧是它好不好吃。所以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哦，不代表我们真的吃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少益生菌，所以多多益善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喝多多都没无所谓的，没问题的。OK， 可以，好的，谢谢。不客气。OK， 好来，Kenny 要问什么可以请问啊？你要打开麦最好开麦，还是你要打也是可以？有吗 ，Kenny Lim？呀，开麦 ，SK 老师，你好 ，Steven 老师，晚上好啊。OK， 我想问喽，我女儿她怀孕11周哦，那天她发烧进医院，本来我是不知道她怀孕的，是第三胎了，第三胎，然后她的儿子也发烧，她儿子就烧到39点多。他就39点多了，就是讲39.，没问题，39多，好嘞，接近40了，好。然后我的女儿就38点多了，然后她的丈夫就跟我讲，我的女儿要住院，我讲哈，39点多不用住院，38点多要住院咩？她讲不用，她讲其实嘞，她怀孕了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快要告诉你啦。现在他心跳很快，然后血很低，又发烧。OK。医生又知道他有大颈包。OK。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一下子来我就不懂要不好给他住院咯。然后就因为他的医药卡他有怀孕医药卡是不受保吗？ Okay。 那上。Medical Center 那边讲，你要住我这边呢，一个晚上要6000至1万块，这样子住下去5天不是拉赔了？是啊，这样子没有办法咯，就晚上跟他转去中央医院咯，一转去中央医院，立刻跟他吊一包血进去，然后跟他check来check去也check不到什么原因他会发烧，也还没有退烧，第二天也还没有退烧，第三天他又跟他换药跟他吊进去才退烧，然后
第二天我有去看他，又在掉血，掉多一包血。那我就问他，我讲你一共掉了几包？他讲昨天掉了一包，我的指数是 negative，六了。他讲掉了一包之后才上到一罢了。他讲啊，我讲这样子，现在掉第二包，不是要掉六包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来算了是是，明白。后来我就第三天去，我就拿 Pitoni 给他喝。我讲，因为我有工作嘛，我也是打包加饭给他吃啦。明医白。院的东西太难吃，对。我就跟他讲，我讲这个你今天一定要喝完，我讲今天一嗯。定要喝完，总之24小时里面你要喝完。然后他 OK。就在那边住了4个晚上，OK。回来哦。所以现在，他现在我状也态是。怎么样？他喝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吗？喝了之后没有什么改变啦，不过他可以出院了，我就很高兴了咯，就是不用跑来跑去了咯，对吗？明白，OK，了解。像是现在他是讲他有 thyroid 问题，是，打开包的问题还是有啦。有，他现在在这个布加加勒的 Colombia 那边 hospital 看医生，昨天才去看。那嗯要个月要1000多块哦，他讲还是要去政府那边。我讲政府要等哦，你现在又要带着两个孩子，我讲没有办法啦，这样子，OK，OK，okay. Okay, 每来，个月要千哦，二啊。好，这样我不介意，我先问你一下，这两个孩子是怎样生的？自然生、开刀生的？是男生自然生的啊，OK，所以这样妈妈生第三胎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只是说妈妈生第三胎的时候，她是跟第二个孩子的距离有多远？就是孩子多少岁？现在这个是第三胎吗？就是这个8月哦，孩子3岁咯，就是这个现在怀孕两孩子岁三多岁嘛，啦，就说3年过后就生了这个怀孕的孩子啦。对，所以我会这样鼓励你啊，因为如果你的女儿第三胎有这个 thyroid，一定要常常去检验到底身体的状况。不过呢，Pitolis 可以喝，不过它是更多的铁质。给、okay, 刚，因为他，你只告诉我他要捐血，要打血进去，是不是因为他的血压低？是啊，有验过多低吗？你们要记还得哈、哦，如果他低的话，就是代表他的骨头不够，不够那个骨髓不够，就是骨头不够多，不够硬，然后骨髓不够血来去生产，缺了的好像胶原蛋白呀、铁质啊、磷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压力太大，导致呢他有胆根包，是因为骨头一直流失。为什么？胆根包的那个技术，我们叫做那个好像蝴蝶，我们叫蝴蝶的技术，刺激他的骨头要流很多很多的钙质来中和身体的酸性。所以你的女儿在这个期间，因为讲第十二个礼拜嘛，first trimester 嘛，就是第一第第，就是十二个礼拜里面，她现在已经稳定了，对不对？稳定了没有，baby？baby 就下个礼拜去看妇产科咯。嗯，还没有稳定的，就是讲你要因为稳十二定个礼拜了哦，啊。十二个礼拜应该稳定了吗？第三个月了吗？不是12个礼拜呀，12周啊，十十二十二周，周三个礼拜咯，十二周就是十二个礼拜就是三个月了吗？十二不是周哎，啊，是吗？一个礼拜了对，12周。吗？啊，十二周了吗？十二周应该是比较稳定了的。啊，现在最要紧的话呢是要保证妈妈够血，因为妈妈不够血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是咯，我一直担心啊，嘛，那我所以，就现在我就每个星期炖那个马来钙汁给他喝咯，炖到他生为止咯。马马来来钙西亚，像你这么不给吃多点，好像把风云啊，或者是那个因为八珍啊，这些好一点，或者是你吃铁质比较高的，比如说菠菜呀、啊。或者是那个甜菜根呢、啊？因为你给他吃马来鸡的话，因为鸡给你炖的时候，它很高酸的是啊。哦。尤其孩子，包括他的 thyroid，你喝下去，他吃更多，他的压力更大的哦。哦，是啊，哎呀，我就是我，你要喝可以，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但是如果讲天天补给他喝，他会身体受不了的，他身体会变酸的，知道吗？因为你们炖的时候。你是把整个鸡的精髓，包括骨头里面的，给他喝的时候，你明白他身体会更酸的。
你要补的是铁，补的铁的是说甜菜根。如果你要更安全，就是有机店给他喝多点那种甜菜根的果汁，因为它的铁质高，帮助他补血。如果你觉得哦这个很麻烦又比较贵一点，这样你就买多点铁质高的菠菜。你要帮 Sailor Man 呢、啊，他们整想那个 spinach 菠菜。第二是吃多一点那个甜菜根，或者呢就是龙珠果，红色的。但是尽量可以的话，要小心龙珠果的生产，现在很多很多农药。哦，龙珠果很高嘛。现在什么？现在很多东西都有很高农药，所以你要洗干净先哦。如果是甜菜根，是打汁喝啊，生的啦，生的打汁喝啦。你可以煲汤喝吃也可以，打汁也可以。哦，煲汤比较安全哦。哦。没有打 ，OK， 各有各的，因为要看他身体寒不寒。如果他身体很寒，这样拼命吃水果，这样他就越来越冷，他会讲：“哎呀，我很冷啊，很难受啊，没有力啊。嗯”如果你煮的话，当然。煮没有不好，煮呢有煮的问题，看你怎样看咯。不过上就是讲，我还没有知道她怀孕之前呢，我就看她很一直瘦，她就跟我的儿子讲，她讲她本来40多的，现在瘦到39点多罢了。要小心哦，要小心，因为就是说她身体的吸收能力低了的，所以她会吃多点益生菌了的。是我一定给他吃的，我一个女儿一定要给他吃的啊，因为他身体不够嘛，啊、这样他的羊水啊，他的那个保护膜啊，全部会很大挑战的，要特别小心。不好意思啊，想问你，你这个女儿是几岁了？怀孕的女儿？今年36岁。哦，还年轻啊，36岁，这样应该是要好好照顾身体哦。是啦。好、嗯。哎呀。这样子可以的话啦，我一向鼓励啦，好像怀孕的妈妈哦，反正这个时间12个礼拜过后，尽量可以多晒太阳，晒多点太阳，当然是10点以下的太阳啦，11点都 OK 的，11点。然后第二呢，可以的话不要有太大的身体压力，多赤脚去草地走路。哦，多去草皮走路啦。嗯，你看现在很多女人哦，很多女人听医生讲开刀生。我讲为什么你要开刀生？因为医生讲，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以前老一代的，我们讲老一代的女士们，她可以生3个、5个、10个都不会讲，哎呀，生孩子很辛苦的，知道为什么吗？要赚钱吗 ？OK， 赚钱是次要啦，但是我们 OK 啊，你讲医生要赚钱那个我不讲啦啊，我讲现在的孩子，现在女人为什么很难自然生？因为看以前的人哦，抹地、洗碗、洗菜、洗衣服都是蹲的。对吧对，现在有多少个女人会蹲的？嗯，你明白意思吗？如果你们常常叫她去草地走路，去做蹲上蹲下，抓着椅子蹲。我的方法很简单的，我会鼓励。OK， 你们要生孩子很自然，一定2个小时可以生，就拿着一张椅子看电视机，在那边蹲半个小时，上下上下罢了。我没有叫你吃力啊，我没有叫你去算到下吗？电视机那个节目做45分钟，你不做15分钟哦，你累了不停哦，有做好过没有做吗？至少你生孩子烦恼比较少，嗯，好、对，因为我在乎的就是啊，是，请讲。那他现在如果给他喝 Bitonic 要怎么喝法呢？你如果他现在喝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1天2杯3杯都没有问题的，甚至5杯都无所谓的，看你们咯。嗯。他肯定要很多，因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办法分解食物，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造血。就是因为他的肝脏，他的那个骨头没有办法生产更多的血，所以要常常量他的血压哦。血压在中间那个我们叫脑那个心压不要低过70哦。哦，不要低血的时候，上面有一个上面的120，下中间的这880，然后下面是心跳嘛。你要见血，因为血压低吗？血压低很危险的，一定要补血的。哦。啊，这样子好了好了，我有什么问题我再请教你们啦，谢谢你啊。哎，不用客气啊。没这边问，早上喝了心跳很快很不舒服，要怎么样喝？如果你早上喝了很辛苦，是因为你的身体的那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肝呐、啊，因为心肝宝贝嘛，它会让到你心跳很快的话，是你的肝不是很还不是很还没有醒觉、啊、还不够好，或者你可以考虑迟一点喝。可能下午饭前之前你才喝1杯2杯这样，啊，没这么这样讲，因为早上你喝的时候心跳很快哦。不止这样，我相信如果你早上一起来啊，开始切一般的苹果，拿一次苹果，你可能心跳也会很快，或者西瓜也会很快，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和心脏处理不到，所以你要的话呢，鼓励你在饭后你才吃那个 B 岛，喝那个 B 岛的，好，可以吗？没？好，Shadow 问那边红酒醋和葡萄醋是一样的，对，红，他们喜欢叫红酒醋，而且就是葡萄醋，都是一样的。还有在吗？啊，没，谢谢你，不用客气。OK，来，Shadow 那边 OK 吗？红酒醋和葡萄醋是一样的东西来的。OK，还有什么疑问吗？OK，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宣布哦。非常抱歉，在上个星期，因为真的时间太过紧迫，我还在上个星期，我们本来答应说，每一次我讲过华语的时候会有一个英文版，因为刚好因为那个是那个影片的问题哦，我还没有处理好，所以我会在下个星期把上个星期三的分享主题的分享和今天的分享在下个星期处理掉。好，非常抱歉，我还没有把那个英文版做好啊。这样，请问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呢，我先暂时先把麦克风丢回给阿斯蒂文，斯蒂文，或者你要接手一下。哎，斯蒂文有在吗？哦，没失踪，你有问题吗？没有 SK 啊哎，是，SK 来，老师，SK 老师，来，好，来，请问。啊，我是想补充一点啦、嗯。啊，刚才有几位女士啊所分享的，是，我们都看到，就是最主要是要有知识，当然，虽然 B 端粒很好，可是啊，我们要有其他的知识来补助，不然的话啊，单单喝 B 端粒，你又不够睡，又压力一大堆，啊是。吃那些垃圾的东西一大堆，啊，也不会喝水，也不会休息，嗯，那个效率就好像是。平衡了嘛，就是说他是被抵压制消了。了嘛，嗯，啊，对对，被消掉抵了，消或者了被压嘛，制好了。像效率有了，就是你喝2瓶一天也是，不会帮到那么大的效率，肯定。所以我认为知识很重要。好像今晚上他们分享的，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也是有经过这种阶段，就是说那种无知，可能有一点点知识，然后接下去就是说一直去试验然后经历，最后就觉得应该是叫。SK 老师的讲法比较，知道吗？虽然你解释得很好，不过有时候你分享得太快一点了，哦，OK，不好意思，好，明白，所以好，有时所以候，你们要阻止我吗？我讲太快了，还是可以讲慢点啊？因为我的兴奋点，我是，因为你很有知识，所以你讲得很快，所以是，我们要一直追住你的那种分享。知道是，吗？可嗯。能是前面还没有抓到，等下后面又来了。是，可是我们听惯了都是比较容易，我觉得好帅的，新听的惯人了就就好啊，就说你脑袋一直专注，然后脑袋一直在扩展你的神经元，好事来了啊！不要听太慢啊，太慢你就会想睡觉了的。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跟我太太最近啊。是，嗯。就是我也是已经做过劳了。我每一天我有喝这个必得利最少5杯，知我道是，吗？我最近就是因为过劳迟睡，12点多才睡，知道吗？这样每一天就赶着要做完那些事情，知是，道吗？嗯，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就是被攻击了，也最近也是有一点点的 COVID 的那些很多的那种事项发生，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口味啦，总之我感觉到我有发烧发冷，人又疲倦又咳嗽，后来我就必多那一天差不多喝一支，考你知试。道吗？啊，我就喝很多水，然后自己多了一点休息，这样我就慢慢经历到我什么药都没有吃，很多人叫我说你咳嗽这样啊，你吃一点那个咳嗽药啊。啊，是。喝完了什么这样？我说我不要啊！我知道啊，里面有很多毒素，我要对，吃喝多一点比多呢。所以是。我就喝一直喝一直喝，就是差不多经过4、5天，我就越来越好。我现在完全好好事，恭喜了，啊！你。可是啊，我的太太啊，她也就是因为我生病，她很忙啊。我应该做的，他做了，所以弄到他也是太差了被了。感染到，哇，他也是像我这样发烧发冷，然后又没有发冷，没发有烧，发烧，然后又咳嗽，晚是。上啊不大能够睡，这样啊，我就叫他，OK，比多尼喝多点，喝多一点，喝多一点，喝多一点，这样啊。要喝多一点水了，他起初喝水是喝不大够，是。不过他睡得很早，睡得很充足，现在慢慢的越来好，这好几事。天呢，比较好一点。可是今天呢，我又咳嗽，咳很厉害哦，那啊，个痰啊很多，好事来的。通常啊，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这个是好事，好事，对呀，还多。把那个毒素咳出来，哇一。做了很多痰，看好事。他们大黄蜂的时候又很好。现在有时候吃晚餐的时候，他的胃口还很好，你知道这吗？好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本来比较好了，又一直吐痰，一直吐痰，那么然后又去厕所去多一两次，这个就是那种的反应。reaction，不过对，有的些人会怕哦，当然了，就是因为吃到比多尼，所以你看我这样，其实这个是过程，因为我现在有知识，所以我明就跟我的太太一直鼓励，我说不要紧，这个是好事，好事，好事。白。对，经过你看，他现在越来越好，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有知识，有了知识，我们就不怕了，对呀、不怕就能够有耐心继续下去了。这样对，就有突破，一有突破了啊，有就信好心。了对呀、啊，你就有信心哦。啊。有信心啊，对呀、啊，对呀、啊，最重要是所建以立他的信心嘛。你的分享很重要的。可是对，来肯定听的人啊，很少。才20个，没办法，不应慢该慢来，的。慢慢来。我们还是要改变的，但是最重要是要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主要分享，我不是要来推销产品，我要给你了解益生菌，只是我有这个荣幸呢，知道 Pedonic 的特点。这边我要强调一点哦，米世聪还有大家，你们线上的要注意一下哦。我每次会讲这句话啦。当我推广一个产品，我不是卖东西啊，我先讲明。我推广一个好产品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我给你仙丹，你也不会有效果的。就算你相信 P 到底是个仙丹，放在你口里面，你不喝水，它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很对坚持呀，说，喝了之后一定要大量喝水。早前很多人讲这个东西没有效，没有效。我说你喝水了吗？哦，我不喜欢喝水，我喜欢喝有甜味的东西，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喝珍珠奶茶。这样很对不起咯，仙丹也帮不到你咯，你相信也没有用。对吗？因为量对量来比较的话，根本不平衡呐、啊，对吗？对呀，对。啊，现在人缺乏的是什么知识？现在人缺乏的是方法啊！我可以很肯定、很笃定的告诉大家，Pedonic 真的是可以帮很多人，尤其我现在很在乎的就是长者还有小朋友。刚才讲过了的，我不是讲大人物，因为大人有选择讲，哎呀，我有 medical card，我去看医生，我去做一次医院就可以了的，他们很关心的啊，他不知道照顾身体的重要性。而且你真正的没去衡量的话，加上我女儿，我用女儿做例子，她也是最近不舒服，但是她的还原很快，因为她的体能好，她的基础好。我现在鼓励大家，是你在建造你的基础。你看你面对什么问题，比人家少烦恼，对吗？对呀，烦恼所少一以。点啊。SK 老师，我最近自己发现了，我有一
喝了啊，比多利啊，差不多有2年多了啊，所以是。我是觉得我的基础在那边，虽那然么，这次我也是被攻击啊，有发烧啊，什么咳嗽这些，可是是啊，我还原的很快啊，对呀、啊，恭喜你哦，是啊，基础好啊，啊，其实基础基础好，坚持好啊，好，这是重要的。所以你讲这个道理是我很中听哦。啊，以后只要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知道啊。我谢的谢身你，体有好的基础啊，啊，所以给我来，就大量啊，喝这个 B 多利的话，我就很快复原了。所以基础很重要了，但是我会告诉你，现在人有多少个人想讲基础好的？他现在要快，要方便，最好不要烦恼，立刻这边吃那边好，很多东西吃不难到啦，啊，吃不难到，吃，那些西药啦，而把且它没有。压下来就比较快咯。没有反应吗？他讲，但是他忘记了副作用啊。对因为呀，我对是过呀，来人啊，我跟你讲过了，我是过来人。你问我多苦的东西我都承受过，但是我不想再走回那条路，因为很对痛，很呀，可怕的，很可怕的。你们感受到你们应该知道吃药的可怕，那种起皮肤痒痛的时候，或者没有精力的时候，专注力没有的时候，要做事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那个是很痛苦过程的。所以健康的体魄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分享很重要啊？我不只是会跟你们分享 P 道理，我也告诉你们用很多方法来解决你们自身的身体问题，但是基础还是要喝很多水，跑不掉的。还有啊，我发现了、啊、最近呢、啊，刚今天的时候有几位女士啊分享的时候，他们的亲戚啊，你看了，一进医院啊，千多块，4000，哇！你看，你又没有健康，又花这样多钱，啊，就又一进那个 clinic 啊什么啊医院啊，吃一大堆的药。然后啊，他们那个医生又介绍给你其他的那个营养品，要多少钱？你看，是啊，啊，是这啊，比多利，你看虽然比较贵一点，可是慢慢下来，你都不必花这样多钱嘛，你可以喝少一点的对呀，嘛。啊，现在医药费很贵的。而且我还不只是叫你们喝必多内，我也鼓励你们吃多点发酵食物啊，干是杯啊，啊，发啊，酵纳豆啊，发酵的东西吃就是啊。好啦。啊，所像以那个我捕鱼啊，这些你可以买的吗？我没叫你给我买啊，明白吗？是吧？就鼓励你们要了解，有那个尝试，跑回以前老祖宗，以前那些以前的人是讲吃法，那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你，不我用客们气，自从参加了你的平台，我们身体我们发现我们的对身体的健康越来越有信心，恭喜对你，吗？谢谢你。所以啊，我们就是有什么身体不健康，我们都不吃药的。我不去看医生了，我很久没有看医生了。我们两个人以前呢，哇，身体不舒服就去看医生，看了一个就这样看下去，治标不治本哦。所以度数越来越多，对，经过我们自从听了你的平台的时候，我也有录起来，也是有去研究。那么应该要这样的，知道吗？然后，我去操练，然后要行出来，是。当然不能够完完全全根据你所解释的这样做了。当可然，是啊，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嘛，是，所以我们要很谢谢你不客气，啊。OK，谢谢 Bernard，现在一直赞SK 老师哦，其实谢谢 SK 啊，老师也。真的，SK 老师，你也是从我们一样啊，一起啊，都1年多2年时间了、啊，在一起啊，就是学习探讨啊，还有就是每一个星期有一个新的题目啊，就是因为我们 B 多呢一身轻，其实就是很多很多可以扯到很多，就是互相各个关系的，就是 B 多呢啊跟其他的那个配搭各方面都好啊。我们一直强调 B 多呢的好处，就是一身轻的好处给大家。每一天都在写啊，每一次都在写戏啦，所以我们是真是满载而归哦。好像文的刚一直在赞 SK 老师，其实很多线上都会心目中都会写戏很多，也一直在赞赏哦。SK 老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些信息啦，好，缩减了我们的时间啊，马上就可以知道，直接就可以一面写就一面在体验。OK。
在今晚上的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刚才分享者在Kenny 啊，还有啊 Madam Chong 啊，新加坡的、哦、那些见证哦，让我们是学习不浅啊。OK， 所以下来我们期待星期下个星期三还是有新的主题，希望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可以邀约更多的人来这边一起来探讨啊，学习啊，我们的比多尼益生菌如何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OK， 来谢谢。SK 老师还有什么要最后的总结？ Okay. 没有，那我讲了。皮多尼肯定是做到了。就是我们结束今晚上的会议啊，是说期待下个星期三我们在一起了。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安，晚安。OK， 晚安，晚安。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